为师的道理。第三是解释密经，专讲为师。第四是密言经，也是讲为师。这四部经是讲为师的啊。有论有十一部，叫做六经十一论。这个十一部论当中啊，一个是本论，玉切师地论。玉切师地论是弥勒菩萨说的啊，专讲啊为师的道理。玉切师地论有100卷，文字很多，100卷啊。玉切师地论是本论，那么有十部论是支论啊，支流啊。这所以本论里面包含的这些论点呢，都有说到这些话啊。那么有十部论，就是第一是白法明门论，第二大顺无蕴论，简称就是无蕴论。后来有人加注叫做广无蕴论啊，这是关于无蕴论方面，就是解释色受想行识无蕴的。第三是显扬圣教论，显扬圣教论，白法跟无蕴都是一卷一卷，显扬圣教论很多，20卷，啊，显扬圣教论，现在中文的藏经里面，显扬圣教论20卷，还有十大乘论3卷，十大乘论由印度的菩萨解释很多，有15卷，啊，还有杂底论，阿毗达摩杂底论有16卷。啊，这是第五。第六是辩中辩论有3卷。第七20唯识论1卷。第八唯识三十论只有1卷，但是已造成这个注解呀，叫做成唯识论。成唯识论有10卷啊，杂观10卷啊。第九叫做大庄严经论，大庄严经论里面也讲唯识，有13卷。啊，第十叫做分别欲切论，这一部没有翻译。第十分别欲切论没有翻译，但是这个解深密经里边有一品呢，叫做分别欲切品啊。那么等于是这个第十部的论呢，虽然论文没有来，而经文里面有这么一品，也包含在里面了。假如要研究为师，要把这些经论呢、啊、都好好的下番功夫去学习研究啊。这个不读佛法，不知道佛法里面的微妙，如果你在佛法里面下了功夫，得到真实的受用之后啊，你会觉得太晚了，太慢才看到了。如果早一点知道佛法多好啊，世间人会啊学习佛法的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，觉得太晚才看到了，如果早点看到不是更好吗啊。但是现在发现，现在看到还不为晚呢、啊、努力精进啊。已经过去了就已经过去了，亡者已矣了，不去想它。那么以后从此好好的下功夫，每天抽点时间看些经文，学习教理，就解方面下点功夫，抽点时间修学一种法门，在现在所有很多法门当中啊，自己选择一个法门来好好的修持，或者是参禅念佛修观持咒礼佛种种啊，自己选一个法门呢、啊、来做好好下番功夫，不要把这个时间让它空过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们闻到佛法了，如果让它空过实在太可惜了啊。因为人生几十年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，自己觉得还在训练，很快就到了老人的时间啊。我自己就是学会讲经到今天，现在74岁，我开始讲经是24岁，刚好讲满50年，到了今年我刚好讲满50年。
啊，这个五十年当中啊，所有的经验自己就在很快就过去，啊，总现在还是自己想，好像还在二三十岁，可是啊，实际上并不然啦，其实是啦，哦，这个什么时候无常要来，不得而知。各位今天听我讲话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啊？为什么？牙齿掉了。阎罗王写信啊，一写就是四封信，太多了。项王的牙齿掉了，两只假的，两只好的，他都坏掉了。他摇摇摆摆，使我在生活上受到很多的困扰，尤其吃东西的时候最麻烦，动到他就痛，痛了半年。哎，上个星期二早上，功课做完了，拜三拜，第三拜拜下去的时候，他就掉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很奇怪嘞。第三拜拜好了，他个牙齿也掉了。牙齿掉了，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是不是讲话会闹慌？如果闹慌不能讲，那我讲经就会变成没有办法继续，发生困难啦。就试试看。这个礼拜我就试试看，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听得懂，每贵修贵闹哄啊，少少闹一点点哈。那么如果还听得懂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讲。无论如何，希望能够把这个楞严经讲完啊。假如闹哄太严重了，根本听不懂啊，拢听我啊，或者是有听没有懂，那都不是办法。那就讲起来也就很困难，如果觉得还可以听得懂，那就继续讲下去，啊，辛苦一点，大家听起来辛苦一点，把耳根磨利一点，啊，耳根磨利一点，能够听懂了也就好了，实在是很不容易的，啊，那么这五十年来讲的很多，啊，那么实在自己没有什么修持，但是在文字上有点功夫啊，那么可以给人家做参考。那么所以因此之故啊，我们修学佛法要趁这个身体健康、年轻、健康的时候最好用功，老了也没关系，老了如果身体健康一样可以修持，就是怕身体不健康啊，发生很多麻烦。因为老跟病他们是连住的，老跟病是兄弟呀，他们是离不开的。说老了没有病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好像不可能啊，顶多找个两天三天能够平安一点，没有什么病苦就算好。小病经常是不断的，今天这个地方痛，明天那个地方坏啊，老是有一些小病呢，闹得你心里不安啊，不可能找到一天到晚完全无事平平安安过日，困难了。现在就是看经也发生困难，你只要到了老了很多问题耶，啊，现在眼睛呢它很容易疲劳，看了一段时间就是哎受不了了，我在休息，啊，继续看下去呀，看不到字，啊，而且这个光线还要配合正好，太光亮。反射看不到，暗了一点也看不清楚，所以必定要光线恰到好处才能看，又不能久看。从前年轻的时候，早上一坐下来一看，等到打板吃饭我才起来，经常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做工半个小时就得起来一下，为什么？不能继续看下去，看下去迷糊了，看不清楚了，而且啊眼眶会痒会酸，发生这种情况啊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自己会悔恨啊，觉得从前看得太少，看得不够啊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啊，你不到用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读得不够，在看书的时候总会觉得哎我已经看得蛮多了，嗯，你不相信你到我书房里面看看，书很多啊，
我藏经就有七部到八部啊，啊，我那么多书，从前呢、啊、总觉得我已经看得够多了，现在觉得不够，啊，现在要讲也觉得比从前呢、啊、麻烦得多。为什么？从前记忆力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再提早啊，例如说我昨天准备好了，昨天准备我今天要讲的大概组织一下，提纲写好啊，明天我照样到了时间照讲，不必去顾虑到会不会忘掉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你就是准备好了，如果没有把纲领写出来啊，如果没有翻看的话，有的时候都跳走都不知道，所以有的时候讲到跳行啊，自己还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老的情况就不一样。希望大家帮我注意，如果发现我跳一行了，跳几个字了，马上告诉我，免得这个漏掉不知道啊。今天把四大圆通讲完，这一本第五卷最后剩下念佛圆通，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，有下次讲啊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，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生命便是
用爱创造新。